Hello， 大家好，瑞万德斯。好，昨天已经抽了250颗龙石嘛，在这个三地巴塞尔人质的卡机上面啦。那么今天又打算来稍微追加一下啦。呀，这个王子真的是太帅了啦，有没有？他的这个都看钱啊，虽然说是长得这个样子，好像很普通，可是很帅嘞。我刚来，这个就是真的是超卡亏，他这个卡面也是很好看。然后动画演出也算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啦，相当不错，那么这张王子就希望有机会可以捞到他，然后剩下的话就还没开路的角色是希望可以开啦，像红尘悟空、超市悟空这个样子，然后当然这个贝吉塔王也是希望啦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贝吉塔，这个是绝对的，最重要啦，最重要就是王子啦，哈哈呀。那么那个大王卡机已经结束了，那么这边就再追多一个250颗吧，就没有很多了，多一个50抽。对，他能稳走，我马之上一个在嘎下路 GO。 普乌单独还有单独一人的战斗，塞诺真将一击不击，超二，没有，然后玻璃有没有爆？卡丁也没有，这个真的是啊，哇，卡卡哦，亚姆加轿子，这个大概会是保底的啦。那么这一次这一张的变身打了吼。昨天用了过后，实力真的是，喂！我说这种什么动画都没有的情况下，竟然出卡了，马吉 ，yes， 开一路了，红神悟空终于开路了，哇塞 ，kill，nice， 然后这个变身达了吼。可以无道具的情况下扛下那个360万的伤害，就此哟！我骂鸡，可怜个，我勒哇！我靠，大招！耶耶，我勒哇！俄罗斯大招！竟然什么动画都没有，出了两张喂，两张限定卡，我靠！而且红神悟空很期望很久了，然后这个布罗利应该是接近彩星了，那么等到他极限的时候，我就是呀大姐 ，OK， 那么这边接着就是再来下一抽，我们的王子塔诺门佐 ，Let's go。17、18再加上比克，这个就注目确定了嘛齁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よっしゃよっしゃ。はい。パリン。はい、バイバイみんな、もう一回。よし。パフパフ。限定確定。やあるかな？贝吉塔，对，ザマス、フォロスト、テンサン、アモンド，哇，这个红番薯超强的，他的那个跟屁股头在一起，哦，没有转，辛巴的，对，次ぎ，ナパ，after ナパ就应该是要贝吉塔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对，十八号，哇塞 ，Blue Power Super Saiyan 4圣果哥开一路，呀哒呀哒姐，想要开路的角色都有开到路了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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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一个姐。单独一人的战斗，悟饭十七号，哦哟，竟然合体了 ，Yokose， 卡
哈妹哈妹，这样子的话就是限定确定，而且是金发，金发才有机会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六分一的机会，六分一的机会。さてと、フリーザ、ザボン，哦，纳美克星片哦 ，After 纳美克星片，七七，トランクス 。OK，OK， 儿子来了，爸爸也快来吧。哇，两路啦，歹喽，不会是复刻去年吧？马吉，库里林，啊，北极大你是来了啦，虽然也是黑发啦，但是不对啦，啊，又是北极大，但是不对啦，属性正确啦，但是发型跟姿势都不对啦，我靠，两路了喂，我的那个权力超市复刻去年嘛，马吉卡哟，三四五，六。七，Let's go！ 哦，贝吉塔跟大特，父子档，那么合体应该是有了吧 ？Oh my god, number one！ 的 ，Yes， 又是金发，又有机会啦！不要蓝发，因为里面 LL 只有一张罢了。蓝发的话就是权力超市，权力超市已经两路了啦，已经足够了。OK。19号，那么下一张啊，要不讲19号开端，应该是要你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巴巴拉巴 ，God thanks 啦，这个是2021年气息的副卡。Ginyu， Bitteri， 啊，没有，冷静啲，冷静啲，Vegeta， Vegeta 出来了。莫开维吉哦，布罗里萨，欧米卡，又是你！这一次抽到三张了，然后就 wish， OK， 很棒！哦，这张已经踩了，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他已经踩了 ，OK， 太久没有用了。那么最后的一抽，这个最后一抽。我就等到这个时间点，然后去到318的时候才下手好了。那么就稍微等一下吧。OK， 2、3、4、5、6、7 ，Let's go， 318，塞呀进去。哦，有料哦 ，You cos， 有料哦。啥？金发子 ，Nice， 有料哦，318。塞亚金，哦，孙悟空，哦，这张，哇，我这个很久远了喂，ジャコ，孙悟空，卡卡罗多，哦，巴拉克斯，原本以为这一次会是他的那个手掌，我几时才会有他嘞？被按扁的那个波多，超级期待。啊，不是，这个是 SO 卡 ，SO 卡，那个是战力士。咕噜多，贝吉塔，哦 ，Doctor Kero，Doctor Kero， 啊，马金贝吉塔，啊，是，明明就是贝吉塔，哎呀，来的人物对了，属性，极系没错，但是属性错了，哦，嗖。哦，还是抽不到，然后就跟去年一样的场景，这一张就一直出货，已经开抽到三张了，这一次卡机，骂，也是不错啦，相当有料，相当有料，而且这一次50抽，每一抽都有限定卡，神奇，骂，那么只看后续还要不要再追加一点啦，你看一下，等一下官方如果还有再送的话，可能就会再追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希望还有再继续追加的朋友，可以好好的把他们给抽出来。祝大家顺利，拜拜。